府的稳定仪式就正式的开始。首先呢，我要先请这个梅园阿姨，我们先站到这个居中的位置，要先来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哦，叫做下聘的仪式。所以我要有请双方的家长可以先来到我们的这个会场的前方，来有请我们的刘爸爸、刘妈妈以及这个嘉威的爸爸妈妈。来，我们两方呢准备了。这个聘礼哦，要正式把这一门好亲事、好姻缘来这个下定哦。好，所以请来阿姨，我们面向镜头，面向镜头，面向镜头，转过来，转过来，不用转，转过来，转过来。好，然后来我们，来我们就居中，居中，大家一起来扶着这个红盒子，你可以站到中间来。好，来，靠近，应该是要翻过来，翻过来。对对对对，要转这个，这边。我们的振宇跟嘉威哦，已经爱情长跑了十年，那么双方的家长也都非常的祝福，非常的恭喜跟支持。那么今天也要正式在大家的见证当中，把这一门好亲事来这个下定喽。好，我们请大家为我们双方的主人家掌声鼓励一下，谢谢你们，谢谢。好，也有请我们的嘉威爸爸妈妈下手休息，谢谢。他都会套，好的，那么就要在各位的引颈期盼当中，我们准备要来这个邀请新娘子要来进场喽。那现在就借用大家最热情的双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嘉威进场。心意，而且恁众人，这阿妈，哎，就是爸爸，太近了，妈妈，要叫你还好，哈哈，我这边要自己看，大哥拍下。啊，恁准备平台来收请吼，和大家金银财宝满大厅。哎，阿姨哦，好，最后一个 slow motion， 我们弄出来叫什么呢？好，要叫什么呢？叫老公了，老公。蛮好的，蛮好，蛮好。好，谢谢，谢谢。那有请我们的嘉威稍作休息哈。那也让我们的这个振宇的家长，还有我们的亲友，能够好好的品尝一下这甜蜜的滋味哦。我相信今天参与这个稳定仪式的亲朋好友们哦，都非常的有福气哦。大家凝结了两边的家族朋友最大的这个祝福力量，希望带给的是振宇跟嘉威最幸福美好的祝福跟恭喜。谢谢。那我们茶喝完之后，我们就准备红包了。谢谢，是长辈的一份祝福跟叮咛啦。谢谢。咱甜茶吼，甲食好甜甜，可以当赶紧生后生。等一下就压在那个杯子底下就可以，最后是。好，谢谢谢谢。别忘记等一下要有一句祝福的话送给我们的嘉威哦。好，那再次借用大家最热情的双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新娘子，准备 show day out， 掌声鼓励。欢迎回归亲亲哈，福气里奥一顶的掌心。阿妈都不敢说，哦，这个，这个，我幸福。相亲相爱。这么幸福美满，拜托谢啦。永远爱的，好，谢谢。这时候新郎官要祝福什么呢？照顾你的感情。耶，掌声！谢谢。好，那有请我们的这个秘书阿姨带着我们的这个嘉威。
准备来吃飞凹哈，把长辈的祝福心意好好的收藏起来，收藏在心里，也这个成为他们未来更加幸福的动力跟基础哦。谢谢大家。那等一下呢，我们要来进行的就是大家也非常期盼来见证的交换戒指的这个神圣仪式了哦。谢谢。那我觉得我们的振宇跟嘉威哦，真的非常的幸福，在人生当中能够找到跟自己最契合、最甜蜜的另外一半之外，在人生最重要的时刻，还能够有大家的这个亲情、友情的见证跟陪伴，非常的感谢大家，谢谢。今天希望也能够让大家沾沾喜气哈，也都能够带回更多的福气跟好运哦。好，那我们就要再次有请我们这个这后面的碧珠阿姨哈，要带着我们美丽的嘉威再一次进场，准备要来进行交换戒指的仪式，让我们再次掌声恭喜欢迎。谢谢大家的祝福跟见证，真是一份这个美好的订婚贺礼哦。安伊亚的最后奖，然后第两天。好，那这时候有请这个让大家非常羡慕、最幸福的新郎官哦，嘿，那个我们的振宇，请站到我们嘉威的这个左手边来。好，首先呢，要有请我们这个帅气的新郎哦，在我们嘉威的手上戴上一个同心圆的圆满戒指。让大家要来见证他们两位爱情长跑十年、十年有成的这个开花结果、甜蜜爱恋。好，也请嘉威伸出右手。你再来这边。对，方向是这样的，对。不能站。好。好，再来。手机挂好，听，还有我们手指挂对对哈，有这百年大富贵。啊，我刚好交代手指该弯的时候要。好，大家都了解。谢谢谢谢，真的我们振宇非常疼老婆啦哈，谢谢。好，双方的家长也都很开心哈。他们因为有了彼此，生命更加的这个充实圆满，那也因为对方更加的这个进步跟成长。那现在我们的嘉威也要给他最心爱的另外一半一份最温柔而深切的回应，也要在我们振宇的手上戴上这个定情的订婚戒指。现在这里拍不到宝宝吗？那牵起对方的手，嘉威也即将要来成为振宇及新郎的牵手。你别挂了。没有阿姨讲会知吼。听好嘴大富贵啦吼，是是是，阿妈嘛点头啦吼，非常的赞成。故意的，谢谢谢谢。妈妈讲挂不落呀吼。谢谢谢谢。好，那么我们进行完这个交换戒指的这个仪式之后，那现在我们要有请非常有气质也非常美丽的这个刘妈妈，也准备了见面礼，要帮她非常疼爱的这个媳妇我们的嘉威带上一份这个祝贺的心意，帮他们小两口哈，奖金后面也当发财，有一个稳定的基础，未来会跟振宇一起来这个奋斗、努力、打拼，为他们幸福美好的生活跟未来好好的加油跟努力。好，那这是一份这个刘爸爸、刘妈妈，还有这个整个家族的长辈的一份祝福心意，希望能够把这份最圆满的两口的这个手中。慢慢的送，再推一下。那要恭喜我们的这个刘妈妈哦，多得了一个这个好女儿，谢谢，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好，那妈妈还有准备的这个手环，对不对？我妈妈真的比较是催操哎吼，真的对我们的嘉威非常的疼爱，所以我们也请妈妈帮我们的嘉威一起来戴上这个象征圆圆满满、成双成对的
这个喜气损寒。有爸爸，王爸爸。啊，是啊，是啊，王爸爸。来，爸爸可以，还是爸爸妈妈可以一起？可以，来，等秋款马西瓜对嘴哈，我们刘爸爸、刘妈妈的一份这个长辈的祝福心意，非常有福气，非常优秀的这个家威，很开心能够来到我们刘府非常温暖的大家庭当中。那也谢谢我们的这个刘爸爸、刘妈妈，在这十年的这个过程里面，对家威非常的疼爱跟照顾。哎呀，这一骂哦，这个钱哦，他是妈妈的奶行啊。是是是，啊，那赠予有怎样医药钱要交给谁了？哦，谢谢啊，谢谢，不会掉。好，那我们请振宇来跟我们的这个爸爸妈妈来这个合影留念一下，好不好？哇，这是爸爸妈妈给家威的一份祝福心意，也希望能够透过小两口的结合，让两个家庭更加的兴旺跟圆满。呵，就记得跨靠近哈。今天我们朱郎刚哈，那是挽着爸爸的手好不好？来，对，好，那来三，阿姨笑起来很漂亮啊。叔叔也要笑一下，好不好？我爸爸也笑一下。好，再一次啊，来三，OK。谢谢。好，那也有请他的这个爸爸妈妈稍作休息。来，这里请留步哈，请留步。来，这个家威深得我们刘妈妈的疼爱跟这个喜爱哈。当然，我们的王妈妈对振宇也是非常的额乐啊哈，非常的肯定跟支持。所以我们的王妈妈也准备了这个见面礼，要来送给她非常喜爱的女婿。所以有请我们的王妈妈来，今天也是非常典雅有气质的妈妈，要来帮女婿哦带上一个见面礼。我希望因会当强筋发财，让他们有很稳定的基础。好，那家威可以坐在我们的高脚椅上，那振宇呢，就请半蹲接受这份祝福。OK 的啦 ，OK， 人生最幸福的半蹲就在这时候了。好，谢谢。那有请。我们从这边看。真的就乖了，标准动作。好，谢谢我们的王爸爸、王妈妈，也非常喜爱我们的振宇，谢谢他爱屋及乌，爱我们的家威，也爱我们的这个王爸爸、王妈妈，谢谢。我们也给王妈妈来点掌声鼓励。